今天是我第一次提案，然后其实我想要提的就是办设计送的这个概念。那因为我发现就是其实就营里面很多设计师，可是他们都非常的害羞。那我想要借由就是办这个活动，可能可以让大家技术分享，或者是说聚合一下聚灵里面设计师的那个互动率，或者是说你的专案真的是外形快没救了，赶快来这边就是急救一下。对，那我希望这是一个设计师第一次进入聚灵里的那个亲切的环境，他可以少一点专业语言，让他们比较不会那么感到负担或者是不知所措。或者是说你可以来这边赶快找你的整形医师，这里可以提供一个媒合机会。那因为我自己还不知道要怎么教设计，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就是想要提供，就是想要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就可以来告诉我。因为想说之前有前端教学送嘛，也许未来可以有设计教学送。那这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暂时的进行方式。那我可能会需要就是任何对设计有兴趣的人，或者是说有办过大小松经验的人，因为我什么都没办过。那大家都可以上这个 hashtag 去到上面去填写，或者是说等一下直接来找我讨论。那顺便讲一下，就是那个临时电台的那个我有做了一个粗略的那个 markup， 那如果有人有兴趣把这个坑填完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做起来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这是什么？